OK， 各位，今天又是宵夜时光，又是跟这个伟志啊，然后这一家呢，听说超有名、超好吃，在市民大道。我现在是凌晨一点左右，是卖牛肉面跟鸡汤，然后外面都会排队。我们进去看看，超多人，还要按号码牌。哦，很香哎！你看一下，现在凌晨一点半哎，要死我了。哎呀，来，今天要吃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今天我们吃的是牛肉面，一碗大的，一碗小的，然后一个牛圆汁花丹，细八口，一碗大概190，大碗190，小碗170，这样400块，好，等上菜。啊，哥，我们在这样吃宵夜已经没几次了。对啊，我们快要搬去林口了。林口有林口的点啊。对啊，可是有点远，就没有办法说走就走的宵夜。你一定也会来台北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没有办法这么及时啊，大半夜的。哦，对，也是啊。啊，这有写这个辣酱静坐啊。辣味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辣牛肉汤头是香辣的啊、哦，然后它有牛辣油、辣椒油、辣椒酱都有，哎，酱还有备料区有白醋、乌醋，还有分食小碗可以自行取用。净呢，就是用进口的高温洗碗设备，我猜应该是 Bosch 哦。或许可能洗太慢了，他可能要用其他的来洗哦。如果点餐要更换位置，麻烦主动告知柜台人员，以便我们点餐送至你的餐位那个座位上。你说在这边遇过很多明星，是不是？蛮多的，像什么？你那种余文乐？对啊。哦，乐哥，乐哥，很派的乐哥。然后刚刚呢，我们在等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手机 APP 来点餐。然后点完餐了以后呢，就等排队，然后就可以进来吃了。它除了这几个以外呢，它还有什么？它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加点，这边有很多什么半筋半肉啊，干拌面啊。剥皮辣椒鸡汤，然后皮蛋豆腐、麻酱黄瓜、切牛肚，蛮多的哦。哎、欸，它菜很多哎、欸。好吃啦！我带你来，没有在漏气。没有在漏气的，哎、啊，它有手工香肠，蛮多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上菜吧。哦，各位已经上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是大碗，我这是小碗，怎么感觉两个大小差不多？用的碗也是一样。你肉应该有比较多吧？好像一样的。好漂亮，你们那边大碗。哦，怎么样？哦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吃。我们先从这个是花干哦，我其实很少吃这个花干。花干跟豆腐有什么两样？有什么差异？它就是豆腐，其实应该是。好吃啊。它吸那个汤汁吸得很饱，没错。然后它那个汤很香，好烫，哦。
很好吃哎，看花干卤的很进去，看花干会卖完的，会卖完的，嗯。好，好，再过来我来吃一下它的面。我点的是细面，它的粗面就是那个叫什么？刀削面。对。不好意思，我嘴巴破，所以这个吃起来没有那么豪迈，但是它有一点，它那个辣还蛮香的，我觉得。那你说它非常辣也没有，就是不可接受范围。嗯，然后它面还蛮 Q 的。就是那种有嚼劲、有嚼劲的那种面条。有一些牛肉面的面呢，有时候煮太久或那个没有抓到那个时间呢、啊，所以有一些会那种糊糊的，吃起来有很有那种面粉味、面粉感，这个就没有。嗯。明白。哦，它是这种牛肉，对，它是这种牛肉。我最怕吃一种牛肉面，是那种很薄的那种，就是薄薄一片，然后上面有油花啊，然后黑黑的那种牛肉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那种是什么牛肉啊？就是那种一片的，很大片的那种。我很不喜欢吃那一种，嗯，我喜欢吃这种一块，嗯，嗯，羊里面有筋呢，哎、欸，这很可以，这牛肉很可以，嗯。嗯，我喜欢吃那种牛肉啊，它带一点油脂香的。我刚刚说到那种扁扁的那种牛肉面，那种牛肉我就觉得，你很爱吃肉干。如果它没有把它弄到很嫩的话，它就很爱吃肉干。你咬人家那样把它咬掉，然后咬完以后肉还会柴柴的，就很不喜欢。嗯，好啊，最后牛肉面的决胜关键就在它的汤头。哦，哎、欸，它这汤头超好喝的，我喝的是第一碗。哦。超赞的，我想这汤头瞬间把那分数全部爆表，这个汤头太赞了，这间真的不错，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可以哦，哇，不错哎，很常混东区哦，嗯，很常混东区哦，没有了，以前加减混了，加减混了。可是我老实讲啊，这一家牛肉面，如果你是喝完酒来吃，你会更爽。这个汤头，如果你像现在有点宿醉的状况，你喝这个汤头 ，Oh my god， 超解酒。吃完回去洗澡抖，对啊，爽。你宿醉来吃，然后吃完回家弄一下睡，弄一下什么？整理一下，对对对，整理一下。你要讲，你要讲一点，他不能，是要弄一下，没错，他不能聊什么。不要理他，讲话怪怪的。好了，那这一件我们大概就是吃400块，我觉得还 OK， 它分量也很 OK。然后有机会的话，可以，如果你有吃过，你可以在下面推荐有哪一些东西可以点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。接下来可能慢慢的就会宵夜场就会推林口的宵夜场，因为接下来就在林口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。拜拜。Ha ha ha.